我们来找你们来吗？你今天真的很棒，那个 rap 是吗？真的很棒，喜欢吗？对，而且你们今天很大声音，所以很棒。你们都很喜欢，对。我们是偷笑的歌。对，出于私心，我要介绍我一个朋友给你认识。他真的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怎么你说我的队友是大众脸吗？我那个朋友长得也很漂亮，好吗？不用讲话。OK OK， 你们很好了，很好了。然后旅行承诺嘛，就咱们之前不都约定好了吗？请吃饭。这么说，我就这么告诉你，咱请啊，对，一起请嘛。我们一起请大家。是啊，我们本来今天就要。不是，我们是想一个人请一顿。啊，所有成员请一顿。哎，不，咱说没有没有，太担心了。我们也就咱也不搞那虚的，就顺哥拿出8000块钱的餐标，我们吃个够，好不好？包了，微信顺顺哥，啊，8000哦，是啊，刚刚说什么？这是酒店的餐标给我们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顺哥？咋了嘛？哎，我们两个可以帮你兜一点。因为我们俩正好，你们仨一起兜一千五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今天长得有点好看啊。站在旁边点。你们明天要拍真人秀吗？明天不用啊。我们明天拍真人秀，我们可以明天晚上一起。可以明天。啊，我们等不了你们那么久，如果很久。哎呦，好大牌哦。对呀、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开心的？好，开玩笑啦，哎呀。啊，这样吧，等我们今晚采访结束，这样子等。哦，看你档期吧。算了，开玩笑的，大姐。好吧。走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Sis 第四人，也实不相瞒了，好吧，对不起大家。我们第二场是那个拳击主题，你们记得吗？记得。那时候不认识你们，认识你们那个中间举牌，你们就可以三个人站着报名，客串一下举牌的那个环节。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Sis 哦！哎，我们一起说一遍那个 Black Sis 吧，因为姐三二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lack Sis。